兄弟们，我竟然被专家巡查员实时巡查了。我先说好，我真的没有坑。这边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正常拿了一拍点，然后这时头顶就提示专家巡查员正在实时巡查。嗯，我当时就懵了，我也没有什么离谱操作呀。但是转念一想，我上去确实有那么一波。这边被打出车站之后，我就来野区搜装备了。路过一辆车，扫中他一枪头。但是接下来离谱的就来了，导致当时我自己都没有想到。眼看车越开越远，我就随手扫了几枪，然后居然就中了。我靠！但是紧接着我就用行动证明了自己，刚才的操作完全就是侥幸。由此可以证明前面没有人，有人的话就扫我了。那就有人说了，你这局会不会有什么离谱操作？这个确实有可能，但是如果你和我说六人也能上巡查的话，那陆家岛得多这个巡查员呀，因为没见过这个场面，这搞得我都不敢动了。这万一误判了，我不就清者自清万人迟了吗？所以我又换了身衣服，这样看上去是不是就可以减少嫌疑了？就是一直被巡查员盯着，总感觉不舒服，就像上课一直被老师盯着一样。那就会有人说，你要是没开，谁会巡查你呀？肯定不干净。那你们就看看我这局哪波操作有嫌疑。这边小地图有人开枪，我下车开你扫一下，没毛病吧？因为我在车站出来的比较晚，这都快决赛圈了，然后我就来站圈中心的刷房。我还在这里趴着，就听到前面山坡一直开枪，我这开金点射没毛病吧？而且他一动不动的，也不能怪我呀。然后刷房布置圈，我又来站圈中心的假设库，这时不确定有没有人，我还绕了几圈，最后看到里面没有车，我就放心的进去了。可以看到我还是很小心，一直在拍点。结果这时候我看到地上有个针，刚想去捡，这怎么趴了个人呀？我去，这下我总能摆脱嫌疑了吧？看到对面山头在哪开枪，看看能不能给他淘汰。但是枪口太陡了，让他跑掉了，只打了个大残。正好我这里布置圈直接给他绑了，还在这里趴着，直接拿下。这边我选择冒险一点，直接开车来站圈中心的山头，然后把车停在这里当掩体。但是我总感觉不安全，又开过来一辆车，现在我只能说安全感拉满。这边听脚步，前面山坡来人了，防止他掉雷，直接主动出去的。这圈都马上这样了，不能说我有问题了吧？看到前面有人跳下来，直接扫。这边看到前面封烟了，也是打中他两枪。然后接下来这波穿烟没问题吧？这个是可以解释的，因为圈已经刷了，他不可能再读慢，所以直接朝着圈边打就行了，还想打药直接淘汰。这时圈已经很小了，我也变成了毛毛虫，听枪声他就在前面，直接出去打，正好看到他进圈。这最后一个就是不漏，我一直跳也没有发现。最后我越看这个石头越不对劲，果然在这里，也是成功吃鸡。最后问一下，你们有被专家巡查员实时巡查过吗？完了，我感觉这赛季我的脸已经露一半了。我这不是挑战上九千淘汰分吗？原本以为凭借我的坤术还挺有希望的，结果我这是有点害怕了。九千淘汰分没上，我是不是先呛精神病院了？表面说起来我是皮路人上九千淘汰分，怎么实际感觉说单四都不过分、啊？这一局杀了八个也是非常暖心，给了四分淘汰分。游戏的机制都已经够让我难受了，怎么我来开个蛋糕，队友都要来捣乱、啊？扛都扛不明白，连个三坤刀和空投枪都要给我抢。OK， 那行，空投枪你拿，你去 C 就完了。我在队伍里那是又当爹又当妈，枪全被他们拿，队友倒了，我还得。身先士卒去护着他们，一个人搁在后面扛着他们一整队的压力。不过无所谓的，家人们，能看到三个队友安然无恙的活着，我这把游戏也值了。完了，队友怎么全没？哎，队友怎么全没了？我拼了这条老命护着你们，你们去遇见人五秒钟不到全融化，这好像是上天给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。这边抓到对面切枪机会，直接我就冲出去了。但是我们不一样，人家身后有人，我都怀疑二号是不是敌人伪装成队友了呀？跟我抢完空投枪就算了，怎么连第二条命也嘎了？这大致翻阅了一下，我就去找队友汇合，但是也没完全汇合吧？他们在这个房顶架点，这边有人过来抓我，是个跑车，最多就两个人，还不知道我位置，直接被我救了。队友在房顶虽然能帮我架一下了，但是我也不指望他们了。咱们自己单打独斗才是皮路人的硬道理。下来舔包，这里好多子弹。我操！哎，啊！哇，队友是鬼吗？直到混到了决赛圈才是我折磨的开始，剩余的四人满面都在对面了，就连他哥的这信号圈也刷过去了。队友的打法是打算直接从马路上爬过去，我感觉不太现实啊。所以要想吃鸡的话，我阿基只能被迫站出来做点什么了。打算开始往前探一下他们人员具体分布的位置，看一下哪边薄弱，咱们先打哪边。没想到直接被洗了一枪头，所以我就先往后撤一下，换个头盔再说。先往小厕所打吧。你家一队啊！哎，怎么上上去？我一共抢都想都知道发生。快看我，快给我起兵，快给我起兵，王四舅，来不及了！哎呦我操！我操！我也有死。打倒一个。使用燃烧瓶误伤淘汰的自己。大哥，你是会爆点的。我反正是不想玩了，随便吧，就这样吧。这期视频就这么短了，家人们，我要去沉淀沉淀了。啥时候我能吃个坤，我再给你们做素材吧。